无200块。虾的包虾仁夹的，200块有人要啊，无200块啊。我问一下，200块有人要吃啊？有人要煮汤的无？这煮汤的空灵，还无辣泡面啊。我讲这个老话，你早餐面条袂歹吃，200块我少一个啊。200啦，人要啊的无啦？一个50块尔啦，不要吃啊，咱讲真的啊，200啦。好，小小姐。好。山的啦，无啊啦，无山物件咯。小小姐。200块啦。小小姐，三个，我叫三个啊。把这个给你。哦，赞嘞，嘿。快快。无紧啦，无紧啦。吃啦，有吃就破破啦。200块有人要吃啊无？200，最后一个200块。吃。来，好吃。到100无啊？我大号的，够有人要的哈，包肉的啦，包肉的，包肉的，头下包的，你加到这包肉的，这包肉的，我跟你讲，剩无济，剩无济，剩这尔就对啊，我剩这尔，我剩这尔，我剩这尔啦，拢无啊啦，剩这尔就对啊啦。1元30粒，这大块的30粒就对啊。1元超市拢，这超市拢有咧卖，我咧卖物件，超市拢有咧卖较济啦。1元袂晓济，100倍，涨2块来啊。开3元啦，300啦，2元5来啦。200块有人要吃啊？无200，60粒啦，60个，200块。200有人要吃啊？无2块200块。100块有人要来无？你遐紧，100块有人要吃啊？无？包肉的，100块有人要来？我做了后边买拢伫卖呢。对，一箱云吞，啊，再搁了我要卖云吞。要细个卖了嘛，卖多好。是哦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多利鱼啦，春南山的尔，够有人要吃啊？完全无顾无饲，完全无顾无饲就对啊啦。大口咧，真的鱼排就对啊啦。大口鱼排就对啊，一包一袋，我咧讲，你要蒸一定爱果粉，一定爱无番薯粉、太白粉，即个啥物粉拢好啦，你听有意思无？一袋大口蒸到好，煮到好，袂好势，120，大部铁板烧鱼排就济啦，一袋蒸120啦，一包三袋开300，而且讲200块有人要来无？200块，200块有人要来无？200，而且无几包啦，咱讲真个啊，无几包啦，无几包，无几包啦，三个人摕尔啦。涨200来了，开400啦，开400啦，300啦，猪梅啦，猪梅好吃啦，300啦，200来啦，200块啦，我就借200啦，头前阿姨啦，200块有人要赚的无啦，200块啊，高丽鱼200块有人要赚的无，200块有人要赚的吗？你等于真正的猪梅好吃啦，200块还有人要来200。我就一个200块，还有人要吃的？200块有人要蒸的无？200块还有人要来？没啦没啦，来来来，免酒水。最后一包啦，100块有人要吃的无？最后一包啦，100块有人要的吗？100块还有人要蒸的？100块还有人要来？100块无人要来，最后一包啊！咱讲真的，最后一包啦，100块有人要来，100块。100块有人要蒸了无？100块无人要来？要输一包，我看大碗。来来来，我问一下，你要吃三个啊？你想要吃三个啊？这个。哎，阿哥。哦，那个。那个在下。帅哥。帅哥。帅哥。找沙包。哎，我知。来。来来，羊肉卤嘞，羊肉卤。南山的无济，暗时汤的煮只火锅好食，暗时汤的煮只火锅好食。外口一点油肉卤袂偌济，一点卖300，卖500，凊彩凊彩无重要。两点来开600块，个500块有人要来，500块。4包我借一个300块有人要吃，无300块啊。
两个人客啦，300有人要来，二百五来啦，200块就好啦。牛肉有人要来，200块，200块。牛肉有人要来，羊肉卤啦，加羊肉啦。羊肉卤有人要吃的吗？200块。这两点牛肉卤，200块，有人要来200。200块牛肉卤，来，来。200啦，200块，够人要吃啊，200块啊，羊肉卤200块，够人要来200，200块，够人要吃啊，无啊好，来，看你安拢不晓得欢喜啊，有啥物你拢未欢喜啊？讲真嘞，是拢新厝，白白的，啥物说白白？对啊，唔系标啦。袂啊，那唔会，无你当作来遮咧看。你看久会怕黑，你看久会怕黑。袂啦，要来看。那即摆叫啥红果啦？恁到店啦，到大口要倒去煮无？到大只吧，人讲真诶啊，红果啦，市价啦，一斤偌济？一斤敢会无160啦？即摆抓到了，即摆斤外啦，即摆抓到了做，你落好台，若无200块，你下当来下我送你倒啊。算了。我招两个人客啦，卖开200了，奖两尾要来了，开400了，开300我招一个，这大只，你也我来啦，200好有人要吃啊，无200啦，要熊安哥不要，安哥现在有白猪肉，你甲变小去着，你有法度甲分出甲变小去着吃啊，诶，200好有人要来无200，大尾呢？一箱才七尾尔呢，200块有人要蒸的无？用蒸的啦，红烧啦，红烧就好啦，啊无打蒸就凊彩啦。你只要你有法度甲变成熟去就会食，安尼甲你赶紧啦。200块有人要食无？200，你莫甲我讲你看袂出伊安怎会做生呢？野地冬啊，野地冬啊，啊无试食下就知啊。食一嘴啊，20分钟啊，好吃去食就知影无？200块来头前啊。200啦。规模这么大，一百啦，我靠了，你卖啊？靠腰，200块有人要赚的无？200，一百啦，200块有人要赚的无？安讲，靠腰是不要吃的哦。这个鱼啊，够少哈，一百。100块最后一个，来包一包，来。这有人要来无？这啊，腰炖排骨，够有人要吃的哈？腰炖排骨、油头排骨啦，油头排骨够有人要煮汤的哈？这南山的无几包啦，超市都有这个包装啊，超市都有这个包装咯，一包超市卖偌济？199啦。一包超市卖199就对啊啦，可以吃很久啦，你了意思无？一包200就对啊啦，两包开400啦，将两包来开400啦，开300啦，开200啦，200块有人要吃啊无？摇头摆骨啦，200块啊，滴滴呱呱直爆者，200块有人要吃啊无？200块，200块有人要吃啊？摇头摆骨。排骨200块，无人要来哦。你是家己要买个灶卡头吃的，100块有人要来，要1000了。100块有人要来，100块有头排骨，腰炖排骨，有头排骨够人要吃，100块。有头排骨无人要来啊吼，没有人要吃了吼。有人要来啊？好来，时间宝贵，慢坐。来，我问一下，恁搁想要食啥个啊？这虾仔有人要来无？虾仔搁有人要来？我甲恁讲一下，熟个，退冰落食个咯，水冲冲个，水就白啊，恁听有意思无？一
一个活动，赶紧啦，重点来啊！这我跟你讲作白，这叫啥？这不是白虾，这叫草虾。这是草虾落去杀的，这是草虾落去杀的。草虾干那安尼，我跟你讲，青来讲，以青个青来讲啦，一克安尼啦，半斤重啦，袂偌济。青来讲哦，卖讲甲你杀死哦，青来讲啦，一克解无啦，上俗啦，200起条。你去超市甲看，各大超市拢在卖，一克上少200起条。我问一下啦，将2块来啦。干出歹命。是吧？这个真假搞的，唔知炸出来怎样。将3块来啦，我咧讲好无啥物趁钱啦，本钱咧卖尔啦，要心情在恁啦啦，莫开650块啦，500块啦，就一个500啦。人要来无？500块有人要食无？草虾、酥草虾、熟的。要钱咧卖啊看。这无钱赚啦，我唔知你要钱，这无钱赚。你要吃啥？葱抓饼就好啊。葱抓饼啊，来，我今日葱抓饼，我问一下啦。葱抓饼一包10块尔，买就收啊。卖开300二啊，200块有人要来无？100块就好啊。100块葱抓饼，100块有人要争的哈。葱抓饼啊，100块有人要争的，100块，100块有人要争的哈。